送走猫狗的人都会有点难受吧，因为送走的不是一只猫或者狗，也是自己的一段生活吧，然后带着回忆重新开始。送走一个人的时候不也是一样？我记得我第一次看那个世界的时候，我是抱着那种特别敬畏的一个心去看他的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逝去的生命，这个是隔壁在哭的那个大叔的他儿子，一举一动全都小心翼翼的。有时候抱他的时候，我都巴不得都捧怀里，因为他那个猫太长，你抱他那个后腿，肚子就垂下去了。我说这么抱，就让他平着那个。好多客人其实有些不是那么很难过，或者有些可能难过的一句话也不想跟你说。然后有些的确是需要你说一些，安慰性的话的，因为有些客人他们觉得自己的猫都活了20年了，照顾的真是太好了，觉得猫真是太幸运了，还能在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走完最后一程，就觉得说什么猫比自己当时的什么老爷走的地方都要强，就其实很开心。遇到一个火化猪的，真的太大了，200-300斤吧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以为就养的这么小，就以为它就能长这么大。养着养着以后，它就长这么大了。你说它现在死，我也不能给它杀了吃肉啊，就只能。我觉得这条火化就是金鱼了吧？而且主人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不能一下都给我烧没了吧？当时那种感觉就跟神舟五号要发射了那一样，那边就在那火化，我们在这盯着。然后出来以后，发现有完整的火化的那个遗骸的时候，就感觉很成功。因为主人是这么说的，我要是给它埋了还好，但是我给它扔河里面，那不就是给其他鱼吃了吗？我们情绪真的是被主人牵着的，有的很多时候主人来了以后他很悲伤，我们也会很悲伤，主人来的时候乐呵呵的，我们也是相对于会放松很多，不代表嘻嘻哈哈他对宠物就不看重，主人他性格至此，而且他可能跟我嘻嘻哈哈，谁知道他回家是什么样的。我家里有个狗刚死多少斤，你过来把它拉了给我烧了吧，骨灰我就不要了，就这样了，一般都是这样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像一个东西一样就结束了。就是我其实我说话跟他都是没好气那种的，就是语调也变了，不会怼。去了以后一问，十几岁了，待了十几年了，为什么就像一个东西这么快就给撇了呢？甚至有的还联系不到的也有的。遇到最奇葩的是一个他不想养了，然后送出去没人养，然后还不想给他扔出去，怕被人吃狗肉，然后就想给他安乐了。当时三观炸裂。这个瓷罐我们回来也不能密封好，因为骨灰主要就怕受潮。他在里面，我给你们先吃。对，叫甜椒，他一共跟我待了4天，就5天都在医院里，就平常他就自己玩，自己爱跑来跑去的那种，然后但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可能就他就就窝在床都看着你，然后就把他抱上来之后就会跟你一起睡觉，就晚上脸贴着你脸那一种。情绪最波动最大的时候，永远都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。徐南瑞，就一个老爷爷，好像熟悉的，很认真的在问我们每一个细节，而且我也能感觉到他不止给我们一家打过电话，给很多家都打过电话。我感觉他都是拿着小本本问的，当时真的都那么感觉的，没有哭也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你就能听出来他的那个感情，这样的悲伤才是最痛苦的。
很淡的一句话，就送走吧，辛苦你们了，送走吧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感觉那好像是我对话最少的一个客人，他那种眼神是悲伤的眼神，就是没有抽搐声，就是眼泪划过那种感觉。特别喜欢拿宠物殡葬跟人的殡葬做比喻，可能很多人真的很讨厌，但是真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这道理完全互通。我说人的殡葬的时候就在说宠物，我说宠物的时候就在说人，就完全是一样。除了让死者的状态好，其实像你刚刚也说的，很大一部分是让生者能够得到继位。对。这个是泡芙火化的时候留的遗照，然后这个是他在的时候我订的一个长命百岁所，就是家里的所有狗狗跟猫猫都有，后面有我的信息，上面也写了说我离不开妈妈，我妈有钱可以是我。泡芙死了之后嘛，因为莲藕可以重塑真身嘛，所以我当时就选了这个莲藕的小骨灰盒，把泡芙放在这里，基本上我走到哪儿也都是带他去哪儿，也算是希望他可以转世投胎吧，然后永远陪在我身边。细小的时候说我早上起来嘛，就前一天晚上还没有问题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蔫蔫的状态，因为我知道细小会要命了嘛，动物医院说的是花多少钱都行，他说可能这个细小花费会不小，他说你刚养他，说你确定要救他吗？我说要，我说多少钱都救。我现在回去面对四四方方的房子，然后有什么事儿也连个说的人都没法说，因为是你选择要出来的，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再去跟父母说，你只能自己扛。然后后来我说那要不我养个宠物吧，因为我就想有个伴儿。靠人人会跑，靠山山会倒吗？宠物它是只忠于一个人，把我整个人的性格改变了，然后就变得活泼了，因为每天你要遛狗啊，然后你会认识周围的狗友啊，然后就感觉朋友突然变多了。就我自己那时候在家可能一天都不会说一句话，就已经就沉默到这种程度，但是养了宠物之后就天干嘛呢，就这种，你干嘛呢，你是不是又拆家了，你怎么能拆自己窝呢，就是这种。什么可挂念的，就一个空空荡荡的四四方方的一个小屋子，对吧？然后但是现在呢你不回家就不行，就像有时候我出差啊什么的，我都尽量能不出去就不出去。对，有了牵挂啊。对，牵挂。这个家就是慢慢的像一个家了啊。对，不再是一个对空壳子。 对。感觉嗯我又有狗了。特别听话吧，跟他们不一样，你像他会走在我前面，他是跟不上，泡芙是永远跟在你脚边，就一定要挨着我，
贴我身上，或者趴我肩膀上，或者趴我胸口，因为他也小嘛，或者是我这样，然后他躺在我这儿，就跟个人一样，特别活泼，就活泼到你就觉得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么活泼的狗？就是每天都特别开心，就因为那时候他小嘛，然后胎毛没有剪，就长得就跟一个毛绒玩具似的，特别长，像一个小狮子，天天来回扭，来回扭，甩头，然后就那样子，就觉得。因为他们都比较安静嘛，然后他就突然来一个这么活泼的，我还觉得，哎，好可爱呀、啊！看，爬姨，我们的小衣服穿上了，正合适，出来溜溜啦！泡芙，泡芙。但是狗它回头来还是会过来舔你，动物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，就是可能给了你10次100次反省的机会，但是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可能不会给你，可能你朝他们发了一次脾气两次脾气之后，你们的这种关系就完蛋了。宠物它可能会相对于其他的亲密关系来说，它会给你更多修正的空间，当然前提是你自己，你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，你愿意去改正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是宠物对人的依赖可能会更大，因为它世界里有唯一啊，唯一就是一个主人，不像主人还有朋友啊，还有爱人还有家人之类的。但是我发现其实仔细一想，就我的经历而言，可能主人也宠物对于主人来说也是相辅相成吧。脚印在一张白纸上摁一下，然后要一下那个整体脚印的那个轮廓。那个摁的话，它会有残缺的。我给你看，给你看大概是什么样子。行行。对，我把呼噜纹在上臂吧，然后这儿是它的头像，底下会围上一圈它的生日。小东西每天晚上就会抱着你胳膊睡觉，特别好，就是跟小朋友一样，就是一直在搂着你，然后你走到哪儿都会跟着你。你要不抱它，它会生气，然后拿脑袋顶着那个枕头不理你。然后说过来吧，过来吧，然后过来看你喵，然后就躺在你身边，那小爪子就往身上一搭。
有时候那会儿刚开始有特别好吃的，然后自己尝尝挺好吃的，吃了一大半，然后被三哥骂，特别可怕。他怎么骂你？就吃这个，是不是？吃完了因为我就听着歌，然后拉着箱子往家走，然后他趴在箱子上，这货就骗吃骗喝到家了。我说我养不了你，凑合一宿。开了门之后就直接去卧室了，我再过去时候已经打上呼噜了。第二天带着他洗澡，然后买猫砂盆，然后去体检，然后挨了第一针。那会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养猫，然后怎么逗的，就上手。那会儿本来想叫辛巴的狮子王嘛，后来那他们打呼噜那声太大了，然后就改名叫呼噜。我们家这三只公猫永远会黏在一起，就是互相舔，互相就闹着玩那种。然后母猫就在远处默默地看着。那暹罗和呼噜特别好，就永远会搂着他弟弟，就各种舔，各种蹭，有时候还坐在屁股底下。说是养猫，其实就是猫在养着你嘛，就是你唯一给它的点就是吃的玩具。然后剩呢，你特别再累什么的，只要回来他们给你撒娇，你会觉得特别舒服。我知道他们肯定会走在我前边，但是如果说有病有灾什么的，如果我还是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救他们，因为不想让他们走那么早。他只要进了这个家门，他就是家人，他不是一个宠物。最后在这个位置，这个缝儿紧犄角找到呼噜的，那会儿他已经死了，就是一动不动的，但是身上还是软的，可能也刚死不久。主要那天如果说要是没加班的话，还能去医院再救一下。你知道那呼噜那天晚上过世的时候，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么一句话，说动物不能埋，只能卷卷扔。我当时就是特别无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我说对方他也是养宠物的，那会儿我就想说如果你们家的狗如果死了，你会装一塑料袋撇垃圾箱吗？这是我们的一个中式的佛那个告别式，对吗？对。每个匣子里面都是会有暂存一些。对，但是目前的话还没有存满，目前只有一位旅客吧，这么说，暂时的一个栖身之处嘛。他之后还是会换地方的，去深山老林里面，去寺庙的后山把它埋起来，然后希望他早点转世。就在这儿超度。对对对，其实选择这个主要也就是这个考虑那些。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亲眼见过我养的一只狗被人打死，就小时候特别可爱的一只狗，黑白的，但是它越长大之后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们教育的原因，就它越长大之后性子反而越野了，然后它攻击性越来越强，然后他有一天咬了村子里一个邻居，然后我奶奶就找了个人过来把他打死了。我觉得我阻止不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就听见外面就是有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后面突然间开始他一声惨叫，然后后面断断续续的惨叫，最后我下去下面什么也没有，下面我奶奶已经用水把那个地给洗过了。我其实我都忘了我那次有没有哭了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中我经历家里养了很多条狗，但是我一次正儿八经的告别都没有。我姥爷去世，我到现在都记得告别式的时候那个是一直在催，
你们快点，你们快点，就这样的，赶紧的，就赶紧，好像要下一个那种感觉。因为太流程了，我反而都没悲伤。我当时可能就只有气愤，太流程化了。大家转一个圈，赶紧推出去，赶紧去火葬场，就那种感觉。我那时候真的是太小了，真的是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听大人的那种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从小是跟我姥爷家长大的，对我姥爷感情特别深。然后那时候就想从事那个行业，我感觉很有仪式感，就是很有生命。我知道我存在，我活着的一个意义。这个就是我这个手表的背景图吗？笑死了！这个是我在那儿工作，然后我没搭理他，他嫌我不搭理他，他就自己走到桌子上，趴到我电脑后边，然后你看他白了这眼看着你。这个是他姥姥，我给洗完澡，姥姥给洗完澡之后变成这个样子。小伙子每年以前每年都过生日的，过生日的时候就是也是好多朋友、家人，然后在一块儿，我们借他的名义在一起吃吃喝喝呗。就是说他在的时候呢，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还有随着他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就是明白了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珍惜现在的日子。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，就小王子不在了，我们也只会说是更加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就是因为我们毕竟相识的时间太长了，都20年了，所以我们可能都已经融入到彼此的生活里面去，也还会有很多其他生活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工作上呀，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都会。怎么说呢？我们都是彼此的家人吧。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硬汉，就是我受他影响挺大的。我们家不是那种很会表达感情的那种家庭，就大家都很沉默，对生命的这种感知也会延伸到自己的其他关系嘛，和家人啊，和朋友了、其实都会影响我的，跟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关系。我觉得还是要珍惜这些东西的。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给家人打电话的习惯，但我现在也不打了，但是尽量的会就比以前会想的更多一些嘛。我不希望有一天自己家里人去世之后，我开始后悔我留那么多时间我没有做好。我听过很多主人跟我说过，来之前特别悲伤，然后来这以后经历了这一些流程以后，宠物妥善处理以后，其实他们走了以后真的都不是特别悲伤。就是所以说，就是我这个行业它不是服务宠物的，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服务人。很多时候我跟客户说的一句话就是，您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咱们没有留下什么遗憾，然后他也很幸运，然后您也很好，所以就您可以悲伤，但是不要太悲伤。死亡就是离开嘛，只不过是不会再见的一种离开。
对你来说，入殓意味着什么呀？入殓就是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，让主人的看他的最后一眼，永远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吧。瀑布不是没有看过下雨吗？然后夏天下雨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想他们。然后我有时候下雨了，我可能就打伞，带着项链，然后给他们穿雨衣，就出去转一转。我死去的骨灰做的一个晶石，然后当时瀑布德细小的时候，眼球里我就看到了绿色的光芒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很巧的是，做出来的晶石也是绿色的。这不也是永远陪在我身边了吗？您接到那个骨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